天带你关心的是洛杉矶道奇是对上了这个波士顿红袜，众所瞩目的大谷翔平这回又开轰了，轰出本季第30号全垒打，带你来看。Ohtani right field, forget about it, a massive shot, wow, 473 feet for Shohei Ohtani.好，大谷呢在五局下半是逮中这个卡特球，一棒呢是把球送上了中右外野的看台上方。那么这个球呢足足是飞的473英尺远，这也是道奇球场史上第二远的全垒打。而这一轰也是大谷本季的第30轰，也是他连续四个球季都达成至少30轰的记录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